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今天继续介绍这款游戏是《末日生存》的第三十集。哦，一定没有想到我已经录到第三十集了。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有一直在看我的影片。然后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呢，我这个 iOS 版本目前还没有更新，所以呢，上个影片，上两个影片有跟大家说那个 bug 还存在。然后这个 bug 呢，那我觉得有发生两个状况，其实有好有坏。好处就是补血嘛，然后坏处就是我们会太依赖这补血包，变成说，我今天在外面的时候，可能僵尸会越吸引越多，我也不用怕嘛。可是呢，又死得越快，因为你很容易就是被僵尸把僵尸会把你的装全部打光光，打光光的同时呢，你防御变最低，然后很快就被干掉了。所以基本上我本人也死了很多次，很多玩家来说，他自从有这个 bug 的时候，他也死很多次，所以。这个 bug 呢，我们在使用还是要小心，因为它之后改版会改掉。或者说过，你今天如果你的版本不能够使用，你也不要气馁，因为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情报，一样我会在我影片中分享给大家。然后我要讲一个就是这个游戏，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因为经过已经录到第三十集了嘛，很多玩家跟我留言跟我说，它可以怎样，它不行怎样。我跟你们说，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还有你每个人的手机状况使用这个游戏，它的我这样讲啊，这个游戏的 bug 呢，在每个人载好以后，每个人会产生的 bug 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我这样讲好，举例好，100个人，比如说100个人里面会分成30、30、30，有30个人会遇到这个状况，另外30个人遇到那个状况，等于说分成4等份好了，剩下10个人就会遇到的状况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说大家记得，很多这个游戏它的 bug 是因为它现在是公测。所以很多状况它还没有修正，它没有统一，就是有点像是有些游戏在开发中啊，它的一些数据上会出错，包括广告现在看不到，广告现在已经变低了。然后，反正这个游戏目前来讲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然后今天我会带大家去看下泰坦的那个感染森林的画面，因为之前是很容易死掉嘛，现在趁这个 bug 还在的时候，希望带大家去看一下。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新的情报，就是游戏公司提供的情报，会在最后面会跟大家分享。还有玩家情报，有些玩家我上次有说，请玩家提供你们觉得有趣的图给我，然后玩家们真的是很可爱，都没有留名字你们没有留 ID，我怎么告诉是谁呢？所以我这次一样是以不公开名字的状况保护大家的隐私，好不好？不然大家到时候。一大堆去加你们粉丝团，你们不是加你们 FB，你们应该蛮困扰的。所以我就因为我是透过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就是 APP 手机情报站那一个，让大家投稿给我。可是很多玩家没有提供给我你的游戏 ID，所以呢，我就没办法分享说是谁分享的这样子。好，那就请见谅了。不过我今天最后会分享一下大家的情报。然后因为这个 bug 还存在，所以我现在还可以使用。可是等一下我要去泰坦那边，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有可能如果冲太多只出来，我可能还是会死掉。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好万全的措施。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玩家跟我说，广告不见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在僵尸潮结束后，他一天可能又重新计算。可是我觉得不确定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因为现在广告不是不见了吗？包括我现在还在，可是我在想是不是有次数之分，因为有玩家也跟我说，广告是有次数之分的。因为为什么是提到这广告，是因为最近很多玩家留言给我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很不好意思，留言我现在真的有点快回不完，因为真的非常多。可是我都会看，如果你们看到你的留言按一个赞的话，基本上就是我看过了。然后我真的，因为我要解释一下。我不喝拿铁本人呢，现在是一个工作者，所以我其实白天是有在工作的。等一下，我刚刚按到慢走，就是我白天有在工作，所以说我只能利用很早的时间，很早起床，很晚很晚的录影，就是有点像是我工作时间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算不用上课，可是呢，我是要工作的，因为对我身为一个实况主，可是我现在就是变成说比较早起床的录影。或者是比较晚录影，我都是跟大家不一样的时间点，所以说有时候我留言会尽量回啦，好不好？大家见谅一下，你们留言我都会看，然后谢谢大家支持，就是看我的影片，
甚至我看着吃饭，我觉得很感动。还有就是舍不得睡觉，然后看影片，我觉得还是要休息啊。好，来，泰坦来了，我现在基本上不用太怕他了。好，他打我一下就不回去。我们先把这个森林走完，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箱子。其实我很想要知道这个森林到底全貌长怎样。而且泰坦有点，如果泰坦可以用绝招可以打其他僵尸就好了，可惜他没有这个绝招。哎呦，还有太阳系跑得没有很快。好，这边僵尸真的很多，你们看，因为我现在没有足够武器打赢他，所以我就不挑战了。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地图走完，给大家看一下这地图的全貌。好，目前来看呢，这地图是有石头可以收集，然后有箱子，然后泰坦打赢后会拿到力卡，因为有一些玩家，国外玩家开外挂的关系，可以拿到力卡。所以呢，力卡能干嘛呢？跟你说，还没有开放。现在这个游戏到你今天看这一集有开放的，就只有 A 卡跟 B 卡。然后 B 卡在这一次的更新中呢，已经重新洗白了。等于说你要再打一次，然后僵尸变成群体攻击，会跑得非常快。然后其实我已经不小心把它破掉了，因为我想说趁还有补血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个 bug 的时候先使用，就是过了。哎呦，还有玩家哎，还有那个 NPC 玩家跟着我。我现在的状况呢，我就是一直走，我想看泰坦会不会被毒一块毒死。这是我先想的新的方法，可是我不知道我等下会不会当掉，因为我是开录影，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我开录影会影响到我游戏的资源，有点像是我游戏口会跑不动。你看我现在衣服一块被脱光了，现在已经变成大集合了，全员到齐。目前看这个地图只有一只泰坦。对，目前看只有是泰坦，然后有一些僵尸脱队哦，赶快跟着士官长跑，我已经快死掉了。哦，对，为什么我没有带医疗包呢？但是我医疗包已经被我死光，全部喷光光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小绷带这个组合，这组合是非常符合今年的夏天的期待，因为它容量比较小。这不是工商服务时间。好，现在继续跟着我跑步吼，不要脱队了，各位。我希望最后只剩下泰坦跟我两个人。我靠，我快死掉了。我真的快喷回家了，你看有没有？当你没有防具的时候呢，是非常容易死的。然后我今天用这个 bug，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知道这游戏更多的一些情报。未来你看你要打攻略这张地图，一定要有新的兵器，不然我说真的，今天没有这个 bug 根本打不赢，好不好？你要怎么打赢它？你看现在的僵尸的数量那么多，然后又会毒液怪会让我们变发臭，那这个状况下呢，我们是非常容易被所有僵尸抓到的。然后每一只僵尸的输出，你们现在看，基本上来讲，你带着血包，就算你穿满所有的包包也不够，根本不够清，因为你的武器会坏，装备会坏，你没有时间去做，你总要走出地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哦，好累哦，现在继续冲，要死了，习惯躲都没死光哦，15滴15滴的损慢哎，下面后面哦，有人死掉了，有人脱队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绕圈圈的跑法，我现在试试看蛇形。我靠，蛇形没有什么用。蛇形好像一用，因为他们会照我轨迹走。我靠，死了，好，没办法，还是死掉了。好，这游戏呢，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感染森林。目前我看它的僵尸在数量有大概有，将近20只左右吧。所以呢，这目前来讲是没有挑战的。然后。有玩家就是我上28集有讲说有玩家挑战成功，因为刚好这个 bug 他成功我把他干掉，他带了很多武器，包括锯子啊好几把，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这个 bug 还没被修正掉的话呢，你要去挑战看看是可以的，可是我真的不建议啦。我跟大家说，一定会，你未来一定打得赢，不会打不赢，只是现在呢，官方他还在做公测，公测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一些玩家进来试试看这款游戏有哪边需要改善的，然后等一下在最后的介绍，我会跟他分享最新的情报，还有巴哈的版主提供的情报。然后巴哈版主呢，因为我没有巴哈账号，所以我没有跟他讲说我要分享他的文章，我先跟他道歉一下。然后我会留下他的名字，希望大家到巴哈姆特去支持这个版主，因为我觉得他很用心啊。因为我没有巴哈的账号，目前没有。好，然后大家就是如果我看到这个情报，请去跟他说，哇，你的情报很棒。然后我就是在这边有跟他，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来源是这个版主这样子。好，然后我现在必须先做个裤子。我现在干嘛？我在发呆。好，
有裤子，我的裤子在哪里啊？做草，诶，我的草都拿去哪里啊？哼，啊，我的草都拿去做包包，你看我背包超多，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十几次了，我做超多包包的啊。对，然后我要开始分享一些新的情报了，好吧，我先去创一下我的那个，然后 B 的营区啊，有人问大家，如果还没打过的话，跟大家讲一下会有什么东西。B 的营区你会拿到就是两套服装，就是这套黑色的，抱歉画面一直跳，因为我在找东西。这套黑色服装跟刚刚我那套军装都会在 B 区营区拿到。如果你拿到东西跟我不一样，我只能说可能就是这也是个 bug 吧，这游戏 bug 本来就很多。好，我先穿这样，然后呢，新的电台。大家有没有发现新的电台？它其实现在变要收集东西了。然后物品我看一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今天再一并在这一集跟大家一起分享新的电台做好后边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是因为没有做新电台才没有发生有那个飞机的那个情报之类的？好，果然我的还没改版。你看哦，有些玩家你们是新版的，可以点这个收音机会出现新的东西要收集。我现在没有，好，我现在再试一个东西，我重做一台，看会有什么状况。因为它现在物件呢，我这样讲一下好了，所有的工作桌，包括炉台、集水器、洗澡的，只要是物品类的哦，工具类的架子，它都只能做两份，两份哦，包括田两份嘛，食物两份，大家都有发现吧？我这样，我先一样再做一个这个，要五个，木板，五个铁块。稍等一下，在哪里？五个，好，铁块五个，铁块，糟了，我的物件越来越不够了。好，再就是电线，电线应该没有全部放进去吧？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因为我把材料都放进去 ATV 里面。哦，还好还好，这边还有，非常好，来吧，我们就来制作一下电台吧。基本上应该可以放两座啦。好，这一座我就放在这里好了，放在这个位置。电台还只能放在什么上面啊？诶，我怎么不能放？Oh no！电台只能做一座。好，那大家知道吧？因为有玩家想要叫我做两座电台。好，我现在告诉你，电台只能做一座。有没有？他写 max 最大的承载，应该是最大只能摆放一台。好，很好，我又多做一个东西。因为做两个电台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电台这个主要就是要知道情报。可是现在其实呢，最近我这样讲，官方一直在改东西，他会把一些东西改、增加、减少都会，包括怪变强。我上一集有讲，我觉得新手现在玩很可怜，因为不好练，因为现在到处都有泰坦。好，然后机车的部分我已经组到全部，剩下这两样。这样基本上来讲还没有开放，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拿到，很想拿到，我跟你说，我今天也会分享一支国外的影片，一个玩家提供给我的影片，它有骑机车画面，等下后面我会提供给大家看。然后这个是材料包，我记得是这是喷漆罐跟材料包啊，这个是喷漆罐跟材料包，所以基本上游戏公司还我会希望玩家现在在公测的时候还是花钱，为什么呢？我现在出现这种不用管这种币值好了。现在他想要你们花钱，就是因为他们游戏公司也要募资嘛。包括我昨天有发一支影片，是一个游戏公司正在开发的游戏，僵尸游戏。我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在游戏跟我一起玩游戏，因为那个游戏做得很棒。影片呢，请我等下最后在这个影片结束会附上连结，大家去看一下那支影片。那个僵尸游戏做得很棒，虽然还没有僵尸画面，可是整个画面风格我觉得是很像是。这款末日生存，如果今天变 3D 化，第一人称的画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次影片，真的很棒。我希望，因为它现在目前没有开放是什么平台会确定代理这个游戏，因为国外非常多游戏公司，他们是小型公司，他们会集资一些人才，比如说我跟你是朋友，我们是工程师，我们会画图，接一个 team 了以后呢，他们会开发游戏，有自己的美术人员什么的，可是他们可能没有很大的游戏公司去。资助他们做游戏，所以他们就自己来，然后他们就会对外开放募资，让大家投资他们，他们就有时间跟金钱可以去运作他们制作游戏。包括我们现在玩这游戏，它也是一个游戏公司，可能就是一样一个 team，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款游戏。
好，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听不听懂我在讲什么。总之来讲呢，现在那款游戏在开发，未来有可能会在 PC、PS4、Xbox One 或者是其他平台都有可能。之后如果有新的情报，我一样会在我频道提供给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对，好，然后我不知道拿铁现在每天都会，我每天一定会 po 实况影片，游戏实况影片，这是我现在的坚持，我的坚持啊，我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一直以来，其实这3个月来，我每天都会 po 实况游戏影片，从没有玩家看到现在大家都肯看，我说真的，我非常感动，谢谢大家一直在看我的影片，甚至每一字每一句我讲错话，大家都还记得，我觉得很棒。好，现在呢，我要干嘛？我要干嘛？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我现在要干嘛？好，我先分享一下。很多人可能你现在可能你会跳级看，没有看前面集数，我再讲一下。现在只开放到，我之前都有讲啊，其实大家都没有，可你还是往前面影片看会比较好，因为这样子的话比较清楚，前面都会讲解啊。如果你从第一集开始看啊，第一集不用看，先从第二集开始看。好，你没有看到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开放，包括你们现在能看到的东西就是木板，好不好？木板二级石头，然后铁块，其他都没开放，好不好？钢啊，什么钢类的金属的，就是其他金属的都还没有开放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然后 B 区营区我已经不小心攻略完了，所以来不及拍那支影片。然后呢，广告我想一下广告怎么解说。广告如果你现在真的没有，我只能说你只能等改版。对，改版后可能就会有了。现在没有的话也没办法，我没办法帮助你。对，好，我现在到那个，我到这边干嘛？我要跟他 K 一下，可是我打不赢他，因为我没有武器，因为我的武器都消耗在录影片给大家看，比如说疯狂跟三人对战什么的，我都没有去收集很多武器。好，我等下试一下可不看广告，然后真的我看广告不是为了工商服务，什么太空战士的。厂商赞助没有这么好看，好不好？他们更不会找我赞助，对，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公司，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实况组。好，来咯，我们先看他需要什么。好，那哦，这是老刀很棒，武士刀诶。可是他现在打不死我啦，我可以用力的 K 他三下。好，K 他三下没事诶。而且有个玩家留言超好笑，他说，他不打我嘞，他想说打不死我是不是？我先把服装脱，不行，脱掉好了。他为什么不打我了？真是奇怪的角色。上次不是很嚣张吗？你上次很嚣张，穿吊嘎的家伙。他是发现打不死我，所以他就放弃了。脱衣服打架啊。他点三发点三发，然后却不会连发他是觉得简单几发可以干掉我，是不是？你想有点天真哦。我也跟你讲多次，这边不准摆摊，你知道吗？这边是我的地盘你在那边摆摊，给我，有牛奶，地上有牛奶吗？好像牛奶，我想喝哦。等下你物资到底从哪来，老大？你看瓦斯瓶他应该快没子弹了。他子弹我没记错，应该也是差不多40发左右。他打我一下12滴。所以基本上我回去学他也打不死我。好，如果你们今天没有看过我对商人的影片，大家可以去往前看，那时候是很疯狂，那时候没有这个 bug，我真的是整场跑。然后未来这是商人，你们要打一打的赢，因为这个商人呢，他的武器是有限的，他在发完40发以后呢，他就会拿空手夺白刃的方式跟你 PK。可是呢，你看哦，我光 K 他，他都不会损血。我这样是在浪费我的武器啊！真的来了，他开始用拳头了。他其实我跟你说，他也是一个好小子，以前是练拳击。你看他的架子就知道，这架子我一看就是3、7步，没错。来呀，好，我来跟他互黑，这叫做互相打不赢对方的克隆人。然后有玩家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补血 bug 的人，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强，因为呢，他按补血的方式一定是连按，你看完全不会损血。好啦，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真是有打不赢生气哦，是不是来追我？来呀、来呀！他好像比较壮因为我上次发现他有个 bug，他忽然间，我出去地图再进来，他的衣服就不见了，他的这件内衣就不见了。好啦，不跟你玩了啦，再见，不要追我哦，我是很凶的。
好啦好啦，跟你玩的啦，我要去下张地图了。好，然后这就是商人的部分，我一样在讲解，就是这样。今天会把大家常回的留言，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好，大家要去哪里？哎，我的，哎，该不会物资箱吗？不见呢，好快哦，秒不见是不是？可恶，秒不见呢。好，你们要记得，森林那些地方，只要会洗白的，你今天死掉了，东西都拿不回来了。你今天真的不要依赖那个 bug 补血包，我真的不知道死几次，我的东西都喷光光了。所以呢，Android 的朋友，就是你用安卓的系统的朋友，你们这说不定你们这也没有吃亏，因为呢，这就是游戏的 bug。然后很多人因为这个 bug 也死很多次，我也跟你们道歉，因为这 bug 其实我发现，玩家发现以后告诉我。我只想要提供这情报，让大家可以赶快收集一些物件。然后，游戏官方是非常非常非常抵制外挂的。我要先跟大家讲，今天这真不是外挂，这是他们游戏公司的一个 bug，就是一个出错的状况。然后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获利什么，没有的话，因为这游戏有可能会洗白。然后等一下，好，我要开始分享今天的内容了。新情报来了，刚刚已经看完泰坦篇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分享。那有玩家问我说："为什么不剪接影片？"我跟你们说，对，一样前提要，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上班族好了，我平常要工作，所以呢，我现在真的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剪辑。未来有机会，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会努力，好不好？希望可以进化到剪辑这部分。然后字幕的部分，对不起，我真的也没有办法配，因为真的要花非常多时间。我为了希望可以每天都提供影片给大家，所以呢。不好意思，我真的目前真的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好，我们先开始来分享一下玩家提供的那个投稿。对，今天一样跟大家讲，如果你有任何要投稿给我的东西，请直接，因为 YouTube 没有办法贴图片啊。还有 YouTube，如果你今天你贴的是网址，YouTube 会把它变成垃圾讯息，我可能会看不到。所以说，千万不要在 YouTube 贴网址给我。如果你要贴，你就贴在 Facebook。可是 Facebook 我上的几率比较低，所以呢，大家真的要等我。好，这个玩家他的名字叫丽丽丽丽，因为他一样没有提供那个他的 ID，所以呢，就直接看游戏图片。他这个画面太好笑了吧？这是他家被僵尸潮攻击的时候，他还很淡定的站在这边，想要拍这张照。他一定是直接用手机快拍，所以你们看到这画面就是僵尸全部冲进他家。而且重点是，为什么家的墙壁没有坏啊？他没有把它破坏掉欸，他这个墙壁已经是三级的墙壁了。然后三级的墙壁要怎么升级？你没看它的地板，它要先升级成三级的石头地板以后呢，你才有办法升级三级的墙面，在左边这边。好，这就是它升级到很高级的墙面，很强。然后僵尸全部在跟它招手，有点像是地下乐团的画面吧。好，我们再看下一张，下一张，诶，下一张怎么小？下一张在被咬了吗？一样是它欸，可是这样画质比较差一点。哦，应该是它开枪，然后把这边干掉。他拿的是，欸，他拿的这把枪，欸，狙击枪这把，欸，这把是狙击枪没有镜头的那一把。好，他看来很痛快，把它干掉了，把这些僵尸干掉了。欸，他拿到这把蛮厉害，欸，表示他有去打三级的 NPC 玩家拿到，或者是空投拿到，有可能，好不好？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怎么拿到的。这应该是下一个玩家叫 RIP 哦，我知道你，我知道 RIP，他之前有跟我，他有提供图片给我过，图片资讯给我过。好，他现在这个就是跟我说。这个收音机改版后，你们如果现在是新版的玩家，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你们的收音机，可以开始收集材料了。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收集这个材料以后，你才能够看到新的那个情报，比如说空投啊、交换车跟飞机，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东西要重新制作？我不确定，大家一样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现在没改版，我现在还在卡在大家懂的 iOS 会慢3天，好不好？我也还在旧版。所以我的情报绝对不会比大家新。好，再来下一个。可是我很多新的情报是很多我自己发现的，跟玩家提供的啦，所以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情报都在这个频道里面。好，这个玩家呢，他现在很帅气的站在集装箱上面，这也是个 bug。如果大家他也提供了，就是他站在集装箱上面的画面，而且他身上还散发着绿色的毒气，已经跟这个箱子融合成一体了，可算是一个算是一个人体的艺术雕像吧，变绿色的。你赶快洗澡啊！好帅气，他有拍的第二张背面，他的游戏名称在左上角这边。如果大家想成为采香达人，
请记得他，以后组他为队友这样子。好，下一张，下一张真的蛮好笑的，这是他的克隆人，然后死掉就是非常奇怪，有点像在跑步还是要干嘛？他踢他的脚。好，这就是这个玩家叫1010，名字也太好记了吧？好，这是他提供的一个很特别的死法。然后这个玩家他提供的是他的，诶，是同一个玩家，我忘记了。他提供他的枪支有这么多吧？好不好？努力采集下呢，也是可以收集到很多枪支的，所以他采集了超多的枪支，就是收集很多枪支。好，你可以开手枪、手枪铺之类的。然后这一张呢是玩家他在，这是什么？这是那个所有僵尸在打地铺之类的状况吧？他应该是用哦，他是用补血包，就是我们这次的 bug，他用 bug，然后让可能不知道谁杀了谁，或者是他把他全部干掉，全部死在原地的画面。好，这就是我们这次的 bug 提供的图片，他83级的厉害。好，然后这个玩家我记得她是个女孩子玩家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她提供画面是一个克隆挂掉以后，然后呈现一个。你们觉得这姿势什么姿势？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在问候这个墙壁之类的。这壁面感觉不太舒服。总之，这个死法也太特别。他左手好像跪着这个木墙，然后他自己本身复活后还站在旁边看，这画面蛮好笑。然后他有光囊，欸，他这个是很方格，然后一格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家，这怎么回事？好，这画面蛮特别。哎呀，等等等等，我的角色在损血，稍等一下哦，我自己的游戏角色现在在损血，因为他肚子饿了。等等啊，老大，你不要马上死啊！损超快的，哇，吃吧，吃饱你，给我吃饱啊！好，OK，不好意思啊，我的角色刚刚快饿死了，我把它喂饱了。好，下一张图是为什么图越来越小张了？发生什么事？是为什么你的角色跳起来了？这有点不太科学。这张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拍的，很强行，画质也太好了吧？应该是这是用 iPad 或者是平板玩的，它画面很大，而且画质很高。总之就是他拿火把，然后看着一个角色好像从床上弹起来的样子，好，蛮有趣的啊。好，大家如果想要投稿，记得啊，到 Facebook。发给我，或之后我开，我想用什么方法比较快啊？直接贴文好了，这样比较快嘛，对不对？我开一篇文章，大家贴在下面，好不好？这样最快，大家直接贴文，好不好？我开放贴文功能，贴图功能。这个是他说鹿睡着了，好，这鹿看起来是脚，应该是真的是坐姿在地上嘛。然后他现在感觉是怎样？要骑这只鹿吗？这我就不知道后续了。他的游戏名在左上角，好。再来呢，就是要提供机车的情报了。这是无名氏的，刚刚这个鹿是无名氏提供的，然后这个是唯一有留名字给我的玩家，因为刚好在线上。好，这支影片呢是听到声音了吗？不知道是哪一国，我已经忘记哪一国了。总之先把它声音关掉，因为我没听不懂。他也是用分享影片的方式，好笑哦。我分享他影片，他好像也分享别人影片。好，这个是机车主好的画面，我们今天就抢先看吧。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那他这个是使用外挂，一样我这边是完全不鼓励使用外挂，好吧？外挂使用以后呢，会影响游戏的品质。可是 bug 呢，如果游戏官方疏漏，你们还是用吧，因为毕竟是 bug，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好，现在呢，这机车组好以后呢，可以骑，然后要有油箱。刚好看到上面有油箱，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是油，所以你们现在要开始收集汽油了。汽油一定要先收集，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要放油，然后油可能就是变成说，你在骑这机车的时候会帮它消耗完。天哪，它上面提子也太多了吧？这个外挂真的是。然后最后我会跟大家讲，外挂真的不要用，因为外挂官方未来一定会抓，有可能直接封锁账号。那你的等级就要练到很高，家里建好了。我只能跟你说，你用我外挂也被抓到以后就是拜拜了。对，所以不要用外挂，大家当一个。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尝一时之快，是可以试试看的。可我建议大家正版以后真的不要用外挂，好不好？我们就是好好的享受这款游戏的内容就好了。好，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是机车骑到地图里面了，所以它只能停在这里，它不能够再往前呢。它只等于说是做一个
我们再看一次，你看哦，它就是从这边机车下来，就变成说是一个进场的画面，你不能够在里面去撞僵尸。像我之前想说，我可以就像骑马一样，手上拿武器，然后去撞僵尸之类的。好，各位没有这个功能，你们看哦，它就只能停在角落。然后我不知道死掉后这机车会不会在，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测试啊。我现在也是现在看这影片，哦，三格机车有三格空间可以放。好，他看起来就要继续往别的地方走了。好，机车上面有三格的话，等于说你家原本的包包你就会多三格空间，然后机车移动速度变快了。你们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个 FUEL， 它这就是它的那个有点是消耗它的油资的部分。你看从100消耗快没了。好，等于说汽油没了以后这台车会怎样呢？应该还是会在，可是不知道还是能使用。对，没有汽油了，没有燃料哦，这应该是燃料的英文，对，燃料。然后呢，如果讲错，大家请留言告诉我。好，然后呢，它现在没有燃料吧？它就到这边来了，它要干嘛？它武器也超强的，有没有看到？它拿到武器是怎样？好啦，那我今天提供这个人的影片，主要不是主张外挂，主要是先看一下其他游戏内容，让大家想先看一下。因为其实最近没有什么很大的改版，只有这个重大的 bug。其实最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可是这个部分就可以让大家先看一下，现在它的游戏画面到底是未来会开发成怎样。可是它很厉害的是，它竟然可以有机车模组，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因为根本就没有开放啊。那为什么还有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只能觉得它这个外挂真的太强了。好，他自己按暂停的，这不是我按的。总之来讲呢，机车就可以骑地图里。好，这样子介绍完了，这就是一个我看不懂的语言，好不好？就这样，无名氏提供给我的影片，对，他提供了这个网址给我。好，再来最后呢，我要提供是巴哈的一个版主的一个情报。他主要是他是做翻译的，因为那个英文翻译是官方写在 Facebook 的，然后这个版主叫做废柴上的风霜菇。好，这就是他的，我今天就是转贴分享他的游戏他的翻译，然后大家可以去巴哈上面呢去帮他留言按赞，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文章，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Facebook 就是官方提供的英文，然后翻成中文以后写了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十分感激并珍惜所有玩家对游戏的支持，并且我们了解玩家们对于如何寻找新的资源与解锁新的物件有许多疑惑。然而一个仍然在测试阶段中的小游戏，逐渐因成千上万的玩家涌入而变得庞大。我们仍然在寻找解决之道，我们会尽全力回答玩家们传来的各式问题，并解决尽可能快点更新游戏，但我们现在仍无法释出游戏中的所有内容。好，这个点我个人觉得呢，他原本开发这款游戏，他把它当小游戏在制作，他没有想到说有这么多玩家喜欢玩这款游戏，所以他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去负荷他的，可能忽然间太多玩家玩，他根本回不完这些问题。他想要更新，可是又没办法直接提供他想要给大家的游戏内容，所以我们只能够去等待他把游戏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先玩算是先享受，好不好？好，这边就是他原本英文稿，然后这个版主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他英文也太好了，像我就没有办法，我应该可能会翻的。像我有时候我的游戏影片很多是我把英文翻成中文，我去花时间去翻译的。所以说呢，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中看到很多游戏现在正在做什么更新或者是新游戏，他们都是英文的。我希望在中文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得懂这是什么游戏，以后你们也可以去玩。对，这是我在做的事情，就跟他有点像，他也是在翻译现在游戏公司的一些音译的部分，然后把它翻成中译。好，这边的部分他写的是制作团队的人数同时也在成长，增加人哦，增加新的 partner 哦，对，他的 team 越来越大了，让新的游戏设计师了解游戏运作的方式也需要花点时间。他们意思是说培养新人，而我们不想让玩家因为我们仓促更新而产生不愉快的游戏体验与种种漏洞。意思是说那叫什么
小布急而乱大谋，不是这意思，应该是另外的讲法，我忽然间忘记那个成语怎么讲。总之就是，你如果花很快的时间去制作一个东西，可能反而做不好，反而要花一些耐心去让他们游戏团队人了解这个游戏怎么运作，然后去了解他们，就是有点像是教他们自己的 team 的人达成共识，又才能把这游戏的漏洞给补起来，类似这样子，就是比较仓促完成一件事情啊。然后最后写说，我们想做的是尽全力打造稳定的游戏环境，使玩家享受其中。那就是应该是正式版要推出的时候，就会有这件事情了。它现在还没有到确定是可以发出去，所以它只能说是公测。好，再来是我们收到了许多询问关于是否在封测后三档的问题，这很重要哦，大家记得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仍然不能向你证实。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几乎肯定会删除玩家目前的资料，而我们也有打算公布这个消息。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可能会保留玩家的某些资料，而我们会尽所能保留越多越好。太好了，各位可以先鼓掌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现他原本是想删除玩家的资料，因为他想做公测。我跟大家讲一下公测。公测来讲，在游戏的游戏端来讲，很多游戏他在公测的时候呢，他会让玩家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尽情的去玩，然后呢，公测结束后基本上是直接洗白，他不会管你那么多，他已经跟你讲这个游戏是会洗白的，先玩先享受，先让你成为一个资深玩家，你未来玩这款游戏之后，你绝对比别人更快去发展。好，那他现在意思是说，他们可能之后很多玩家说不要洗白，因为他也怕流失玩家，这有可能也有可能他很重视玩家的感受。所以呢，他们希望可以保留这些资料。各位，你们听到99集的，有可能变成1集，可是有可能你的家还保留，这样你要不要玩？对不对？有可能还是要继续玩。像我的话，我说实话，如果今天我从1集开始玩，我家什么都没有了，我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我很开心，应该说我可以接受，因为呢，我可以盖僵尸动物园，好不好？有一个玩家跟我说他要盖动物园，僵尸动物园，我也是说要盖僵，我是说盖动物园，他说要僵尸动物园，我说 OK。我们大家一起来盖，因为盖其实这款游戏，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其实升级很好升，然后呢，建筑来讲也不难，所以只要花点时间是可以重新打造一个家的。好，最后他写说，但是任何状况仍有可能发生，考量到玩家已经在游戏中投入的所有现金，在封测结束后，我们保证会返还这些现金到玩家的账号中，变游戏币吧。我们也确定将会移除某些资料，例如游戏中已经学习的技能点，一定会全数返还。好，这个我觉得能接受，因为全部的技能变成零的时候，你就重新制造。来吧，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游戏技能点。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这一集的话，我还是要讲解一下。游戏技能点就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像是齿轮的标志，它写 POINTS 这个，这就是技能点。技能点呢，它如果变零的话，你所有东西重新制作而已。它返还，比如说你今天有100点好了，它100点已经点完了，它上面变零。那你返还给你就有100点可以点，你就点你想点的东西，你想生产的东西。然后你家如果他家里面没有洗白的话，你家里的东西都还在，你可以不用点你有制作的东西。像你们发现这个东西我都有制作，可是都还没有去点这个东西，点这个技能没有扣掉。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有送游戏币，我是用游戏币把点数洗白，然后已经制作好的东西它不会不见，这都制作好不会不见。那我何必还要去制，何必要再花这点数呢？对，这是游戏币一开始我的使用方式，我把它洗白，然后我的点数可以拿来点新的东西。可是呢，还没开放。好，谢谢大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没开放，我也不能用啊。后来发现，也是一样，因为它只要升级就会有点游戏点数啦。然后最后啊，是写的，但是任何状况仍有可能发生，考量到玩家已经在游戏中投入所有现金。这里刚刚讲过了。好，这就后面英文稿。最后一张，这个版主大大呢，他提供的是懒人包，他讲的就是那个一样是游戏公司讲的，我们都有努力更新哦。先给你们看地下碉堡长怎样。地下碉堡在27集的时候，我记得我有提供啊，大家再去看一下，27跟28集都有，大家再去看那个提供的图片，我今天就不提供了。好，今天我们从一些热门话题开始谈起，更精确的针对那些使用外挂的作弊玩家，以及他们现在会是如何。游戏人有什么快音？游戏仍然在那个开发阶段，公测开发阶段，因此仍有许多错误机制。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玩家在体验游戏时，同时帮忙找出这些 bug，而我们会尽快修复它们。
对作弊玩家的情况稍有不同，破坏游戏体验可能会导致负面的结果。我们鼓励所有玩家在这末世之中公平的游玩。好，可是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公平游玩，是因为呢，每个人版本不一样，所以大家遇到状况也不一样。非常多人遇到很多很奇怪的状况都会跟我讲。我发现这个游戏 bug 其实以我所知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基本上来讲呢，好，这个游戏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享受其中啊，因为这种游戏其实很少见，那么好玩的游戏很少见，所以我能录到30集，我觉得其实因为这游戏真的很多人可以分享。好，大致上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提供什么情报给我，我先跟他说一声 so sorry，因为我真的没有多时间去回留言，可是我都会尽量回啦。像我现在录影的时间，我跟大家讲是差不多2点左右，已经到傍晚2点，因为我下班后也是很晚了，然后呢，未来会成为一个正职的实况主，可在这过程中还有点时间，所以请大家就是多多担待一下。然后我今天游戏就介绍到这里，然后有些状况呢，像有玩家就说这个墙壁可能还是有穿透的问题，还是会打到他，那我只能跟你说你又遇到一个 bug。好，大家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游戏遇到任何奇怪的状况，你就把它当 bug 处理就好了。因为它是公测，不要太认真，好不好？认真你就输了。好，那今天我不喝拿铁的游戏情报介绍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影片，记得按一个喜欢，也可以分享出去，然后持续的提供我的频道。我每天都会提供新的游戏实况，不管是什么游戏，我都会去玩玩看。然后尽量介绍好玩的游戏啦，不要太雷到大家。然后呢，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就下个游戏见喽，拜拜。